Aliana， 可惜我们不是水瓶座。今日有我阿锦同埋 Nana 之外咧，Nana 今日好介绍啊，带个身边好朋友上嚟。系 ，hello， 系啦，咦？自我介绍啊，我要唔系你介绍，头先我喺出边争啲迟咗开节目就要交晒俾你今日。系啦，咁啊，我觉得今日咧，你觉唔觉咧个 studio 咧有阵腥味？有阵腥味，点解咁讲？因为今日咧。我哋呢度咧有四条鱼，哦，四条鱼，吓死我！以为你话我哋啲身上面有腥，我心谂，系啊，我冇去卖鱼啊。系啦，今日有四条鱼，因为咧，我请咗双鱼座 Alphys Chan 素食达人。Hello， 大家好 ，Alphys 你好，你好啊。喂，咁啊，嗱，当然啦，一开头就爆咗呢个双鱼座出嚟啦。其实我想问你哋之间点解会相识咧？即系总有一个原因噶嘛。你唔系话俾你身边所有朋友都咁啱系双鱼座，除咗我之外。嗱，首先咧。我做咩见真人唔够要寄俾张相去睇啊？张系好炫富啊！呢张相系唔系今日你点解咧？即系你同佢之间嘅关系系咩咧？唔系首先佢系师兄啦，因为佢带我成十年嘅睇唔上嘛？因为我音乐食素啊嘛，所以个样就好后生。我以为你讲咩师兄，即系我以为你哋即系咩学术界啊，或者即系譬如我以为佢就系星座界嘅朋友，原来唔系。純粹因為年紀啫，係係個數齡，因為咧，今年三十，你二十啊嘛，你係啦係啦，因為 Alphys 咧嗱，我自己食咗數咧就二十年嘅啦，咁但係 Alphys 咧係三十年，哇！即係由出世開始食到而家咯，係啦係啦，佢係胎女素嚟嘅，冇錯冇錯。你介紹一下咩叫胎女？有啲人唔知道咩叫胎女素。其實嚴格嚟講應該係三十一年添，因為你喺媽咪個肚入邊已經開始計啦。哦，即係由懷胎開始計。係啊，因為我媽咪食素食咗四十年，咁所以我喺佢個肚嘅時候就已經係吸收緊素食營養，咁所以嚴格嚟講係應該三十一年添。哇，犀利喎！但係我想問咧，即係譬如係。因為屋企人一出世就已經唔食，所以你哋對肉類啊或者其他嘅係完全冇接觸過。接觸就都會有嘅，因為有時去啲餐廳咧，我唔係就係去啲食素啲餐廳，有時去啲食肉嘅餐廳，咁佢有素食 menu 提供，咁就試過有啲時候就會佢撈咗啲肉落去嗰個湯度，成日唔覺意噶嘛，係啦，咁都會接觸到嘅，但係我係好 sensitive 嘅。你會點樣㗎？我會即係我條脷入邊，咦？個味好似唔係我食開嗰啲味喎，然之後就攣翻出嚟，哦，真係肉嚟嘅咁樣。哦，所以呢個又係即係對於一啲素食者嚟講咧，其實嗰個敏感度好高。咁但係嗱，呢個就係你哋之間認識嘅原因啦。即係佢可能帶你，佢唔係因為佢而介紹你食素定係。其實我哋都係因為一啲素食嘅活動跟住識嘅。你睇到我食素，所以就跟住我食素啊。因為我見到佢太靚，個魅力嘅問題。因為見到哇，原來食素可以咁靚仔啦。你都食素啦，因為你都想變靚仔係嘛？係啦係啦，所以我而家嘅樣咧同廿年前係唔同嘅。係啊，但係我想話啦，今日咧真係對阿 Nana 嚟講咧，簡直係賣大包。因為除咗介紹有靚仔之外啦，仲有美食添。係。即係冇得輸啦，因為呢個靚仔除咗真係外貌協會。之外啦，佢仲系煮得一手拿手嘅美食噶喎。冇錯，因為 Alphys 咧，咁佢除咗係素食嘅素食界嘅 KOL 啦，係，咁亦都係一個素食嘅烹飪嘅導師啦，咁又出過食譜啦，係啊，咁其實我覺得啊，係全香港，如果我話最靚仔嘅素食廚師。如果我話係 Alphys 咧，我相信冇其他人會係反對嘅。哇！你冇咁高，你究竟收咗幾多錢？即係今日係咪有廣告雜誌？我想問。唔係，我都係想推廣下素食啫，即係素食可以即係食到大家個樣咧，會變青春啦，係啊，即係會好啲啦。喂，不如講下你覺得食即係因為你完全未接觸過肉類啦。我想問，對於譬如我自己係咩都食嘅，即係食素我又得，食肉我又得，但係你覺得食素嘅好處？因為成日都會有人問噶嘛，咁有咩好處對於我嚟講？我唔知噶嘛，咁你會唔會推介到譬如觀眾朋友啊，都有可能有興趣知咧？嗱，其實最簡單就係啱啱阿 Nana 咧一入到嚟咧就問我，佢話：喂，你搽粉啊？跟住我話。嚇冇喎，我唔化妝嘅，其實我上鏡都唔化妝喎。即係其實最直接就係嗰個皮膚會真係好啲嘅。係係係，因為你吸收嗰啲蔬菜啲營養啦，咁然之後你排毒都會快啲。快啲之餘，你就會啲毒素就會好容易就即係排咗出去體外。係係係啦，咁就皮膚自然就好啲。因為我自己平時都當然都有護膚嘅，咁但係就。
即係 外敷內服啊嘛，所謂嘅。係係係，內外都兼備。內外都兼備先係最重要嘅。咁所以你話最直接嗰樣嘢，我就覺得係一定係皮膚靚啦。係係啦，呢個對於觀眾朋友嚟講係最緊要嘅。係啦，因為我哋都多女性聽眾嘅，咁我諗大家都會好想。咁好啦，嗱，今日除咗你個人上到嚟之外啦，我知道你真係好好啦，係阿 Nana 特別叫啊，定係你自己？哦，呢個即係梗係自己特別去安排啦。係啦，嗱，見到我哋前面有個銀色嘅東西咧，好，因為我驚你哋即係做節目之前就唔食嘢。係啊，真係未食㗎。係咯，咁就所以就特登做咗一個素肉丸過嚟，係俾觀眾。睇下先，哇！呢個素肉丸不得了喎，可唔可以介紹一下裏邊啊？因為我睇起上嚟啊，感覺上咧就好似即係我哋會食肉嘅肉醬意粉嘅感覺，咁係咩嚟嘅咧？其實呢個咧，我係用一個植物素肉嚟到做一個素肉丸嘅，咁就加咗幾種嘅意大利香草落去，醃咗佢，醃完之後咧，我就整一個番茄醬，嗰個番茄醬仲要係特登新鮮番茄切好曬，跟住炒好曬，再 blend 咗佢，再加香草煮完之後咧。仲未完嘅喎，係攞去焗，係啦，加埋我一隻啊一個暖男嘅雙手去搓咗個素肉丸出嚟，呢個先係 point 嚟嘅，太黑 sell 人冇得。咁呢個係重要嘅，因為咧我就咁聽你講咧，即係嗰個有時嗰個魅力咧係唔單止味道，即係成日都話食嘢要色香味俱全啊。啱啊啱啊！佢除咗嗰個送菜嘅賣相之外，呢個賣相都好。嗯，係啊。即係佢應該咁樣攞住，跟住影張相，可能我哋呢一晚嘅 like 數又高好多嘅。同埋我自己中意整嘅嘢食咧，就係簡單快好味為主。最緊要係咩咧？我仲會教大家去影相。所以你碌我啲社交即係嗰啲 social media 就都會見到，喂，我影啲相都 OK 喎，啲嘢食咁。你可以講到我依家有少少流口水嘅，係咁啊 ，Nana， 你可以試食下先。係啦，我都未食飯。你都未食飯。喂，咁嗱，我哋一路即係 Nana 試食嘅時候啦，我哋都講下今日啦，我哋嘅 topic 當中啦，我哋會講幾樣嘢嘅。嗱，除咗大家都非常關注啦，我哋一陣有十二星座嘅每週運程之外啦，亦都會講下啦，即係個。懸富的問題，即是 Nana 今天很想去探討。另外也是如果大家想打電話進來跟我們一起去談一些東西的話，可以打9884498998844989這個電話，就可以問我們關於即可能愛情啊、親情啊、甚至事業啊這些的運勢啦，或者你們有些問題想解決的話都可以的。另外也可以上到我們 Big Big Air 裡面啦，跟著去問問題的。吃完沒有啊？我講了這麼久就是想你吃完你可以讲嘢嘅，你话好味得噶啦，系讲完跟住，讲完系咪已经好啦？我问下 Elvis 先，即系嗱，我哋今日其中一个探讨啦，我知道你系相遇咗啦，咁但系你身边有冇觉得你自己估啦？我知道你对星座都有少少研究，系你知唔知？你觉得边啲星座系最炫富咧？哇，炫富嚟讲，即系好中意晒命嘅。系晒命，我自己心目中有一个星座，即系有个朋友，佢都几晒下嘅。系系啊，咁出名嘅系嘛？都出出地嘅，即系大家都喺即系有啲台有时都会间中见到佢广告嘅。讲得太多，我惊阵间你哋冇兄弟，我哋有冇兄弟做？好惊我，你呢个 social media 成日见到佢咁样。系咪宏观啲嚟讲，我自己会觉得系即系都狮子座嘅朋友会比较中意佢，因为狮子座本身都好要面子噶嘛。系啊，即系以我所知，咁我会觉得佢哋会喺装扮上啦，或者即系自己配套上面都会去自己 upgrade 自己，系留意多啲，留意多啲。咁呢样嘢又未必系一种即系好炫耀嘅，可能佢哋本身个性格就系中意将自己扮得好靓啊，系咁样去显露喺人哋面前。好啱做主持，你嗰个兜到咧，即系包装到件事，好似我哋唔应该话狮子座咁样。我哋问 Nana 先啦 ，Nana， 我想话啦，嗱，你一定要每个礼拜都话俾我哋知啊嘛，头三名，好客气啦。你啱佢啱啱讲完佢嗰个朋友，啱啊，系搞到我唔系好想讲添。系啊，你又想讲佢？因为佢今日先至赞好我哋个粉砖。我哋但系我哋唔可以咁样嘅，即系无论佢系乜嘢人都好，即系话知佢系达官贵人都好，即系我哋要公平啲。佢係就係、是、其實頭先 Elvis 講得好啱嘅，咁我諗近排啦，係啦，咁其實咧，阿錦同我做節目咧，其實咧佢都好辛苦嘅，佢講親任何關於啲娛樂嗰啲新聞咧。都是我啲，我全部都未睇過嘅。啊，係啊，係。係啦，咁但係今次咧，近排呢一單炫富咧，即係西裝呢一單咧，我都嚇，即係我都知道。因為呢個係佢開嘅 topic， 我都好想聽下你嘅睇法。
即我自己覺得啊，即當然有最炫富嘅星座啦，但其實我覺得咧，同咧今次呢位保險業嗰個主角咧，有少少唔同嘅，因為開頭我喺度諗啊，我應該係諗最炫富嘅星座啊，最幼稚嘅星座啊，定係最自卑嘅星座咧？因為有時你睇今次嗰單新聞咧，表面上係炫富嘅，但其實可能係因為好多人點解要用財白啦，用一啲名利嘅嘢啦，去突顯自己，仲要周圍話俾人聽啦。講如果錢嘅咁我都中意嘅，係咪先？即係冇人唔會中意噶嘛。但佢係特登將呢樣嘢去擺出嚟，係因為佢自己內心有好多不安嘅感覺，係啦，自己喺某一方面是很自卑，咁希望係呢樣嘢係大眾。佢係咩星座咁樣？其實呢一位保險業嘅人士咧，你不如講佢名字出嚟啦。你講曬仲衰過你，因為講咗保險業嘅人士，好似全宇宙都。我覺得佢會好開心，因為近排咁多人談論佢。佢其實係山羊座嚟噶，林生係山羊座。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山羊座本身是低調的，即係唔係炫富嘅，咁所以佢呢個 case 其實我覺得係純粹同個人嘅品格修養有關，就同星座冇關嘅。山羊座應該係好，即係好點講咧，係好低調啲嘅，其實冇低調啲，冇失係啦，務實啲嘅，咁所以我覺得係佢同佢本人嘅性格啦，係啦，內涵係有多啲關係，係啦，我哋好唔中意佢。是我真的挺不喜歡這位林生的，其實不過這個就是完全就似乎不是很關星座事，所以我們經常都說就算講星座都好，如果你真的想看得很立體的話，你要看別人的時辰八字才可以看得很仔細。那好了，林生就是山羊座，即似乎他三甲就不入了，真的不關事。那如果最炫富的星座當中哪三個呢？因為你講雙魚座你很危險，是其實剛才中了兩個雙魚座，剛才都中了一個的。第三位咧就雙子座，雙子座中意炫富，你覺得點解啊？佢貪玩哦，佢純粹中意乜嘢都好嘅時候，佢見人哋有嘅嘢，佢又想擁有。都係嘅。同埋唔衰得咯，雙子座。雙子座都係嘅，同埋雙子座咧，本身喺十二星座咧係比較浮誇啲，即係講嘢係啦，即係佢好中意好中意同人吹水嘅，係啊，即係佢會吹下啊，我而家點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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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吹大咗啦。係啦，一吹就吹大咗啦。咁所以本身佢比較浮誇少少，係啦，所以我都係即係同佢本身自唔自卑呢個冇關嘅，係佢本身浮誇啫，即係講嘢就即係會講下就會講自己擁有啲咩啊嗰啲咁樣嘅，係啦。即係呢個算係低調中嘅浮誇啦，係咪好矛盾呢個字？係啦係啦，浮誇。第三名係雙子座，第二名咧？第二名咧